主席、各位同仁、主席总处、市主席长以及各位长官，请主席长。好，请主席长。黄委员好。主席长你好。简单的说，其实大家今天都非常有好几位委员都蛮在意，而且提到了这个经济成长的数据。那么请问一下，您大概注意到了国际的经济，就是说IMF 也好，或是世界经济论坛也好，他们对于整个全球的景气、全球的经济成长今年度的预测，大概有多多少少，但基本上都在2.5%左右啦。好，我们最新的估计是八月份的2.31%，是吧？是低于全球的成长。您觉得这个问题在哪里？当然就说表现的比其他各国都差了。比平均的差了。当时我们八月的时候修正为2.31%了，那当然也是根据。记得你知道八月份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电价还没有调涨，到十月调涨以后，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可能又要调整，因为很多东西都涨价了。好，那我委员报告就说电价的部分，因为那个时候知道十月要调整了，已经把它估计进去，那个时候有算进去。好，但是你可以告诉我接下来。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会增加吧？你没有做估计吧？就说我们在八月做预测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因为本来就知道电价有调整嘛，所以那个时候是框进去的。会不会变成到时候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然后跟这个经济成长一直下滑，变成一个交叉？如果是这样，就很糟糕了。对，当时是考虑进去，经济成长的，就是包括对于103年度的估计哈，经济成长3.37%，以及消费者物价上升1.39%，那个时候是考虑进去的。好，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希望说不要碰到那种交叉，那种交叉是要变得很不堪呐、是，但是因为主计处做的这个估计啊，明年度，明年度的经济成长是多少？3.37%，八月份是。3.37%，可是呢，你们在这个预估明年的税客收入的时候，又比去年减少了。好，这个103年的估计是1.2713亿，比一百零二年度的预算数少90亿啊。既然经济成长会成长到3.37%啊，那么好，那税客收入又比今年要减少90亿。这个道理何在？因为在筹编103年度预算时候，那因为102的那个税收，102的税收是有税处哦。对，因为102年度的那个税收是有减少，所以当时财政部也经过综合评估之后呢，就那个编出103年度的总预算案，就是刚才委员提到的这个数字。对，就会减少。是。那你这样经济，你这样我刚刚讲，我问你说。经济成长不就更好，比今年更好，而且今年基期相对的比较低啊，然后这个你税客收入又比今年更少。所谓就是说明年政府能够收到的税又比今年更少。是景气啊，当我们预测是成长3.37%了对，那会比今年的预估今年的实际的会有成长。那但是因为今年的实际的数字跟那个原先的预算是有短，你们原先去年预计，你这样讲，这样解释比较白话。你们原先去年预计今年有3.58%的成长，所以你根据3.58%的成长来估计今年的这个税科收入，应该是多少多少多少。但是呢，因为你实际上的经济成长只能现在保二都要出来蛋，都要很辛苦了，所以说实际的税科收入会比我们去年度预计今年的税科收入还会再减少，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应该是有参考今年实际的税收的状况来编103年度的。这个税入预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因为今年经济表现不好，所以明年即便成长3.37%，但是税科收入也不可能像今年这么好了。对，应该是这样讲的吧。对，所以那就让人家觉得说，哇，那真糟糕了。因为明年的偿债也是一个高峰期，因为今年的我们政府的这个长短期债务包括本金跟利息到期的是1兆多。明年到期的是6000多亿，基本上那我们的税科收入都那么少，都一直在下降，那怎么办？那是不是不够怎么办？就再去借嘛，
那所以说这个部分我们的债务情形是恶化的了。这个部分，这个部分那个财政部长上次在委员会这边有说明，有中长期的来看的话，这个有财政改革的方案是在研究之中的。对，研究之中，慢慢研究嘛，哈。但是问题是财政状况是恶化，恶化到什么样的情形？世界经济论坛在今年九月间哦，是最新的，公布2013年到2014年全球竞争力评比，其中两项，我国政府的财政赤字，还有政府债务的评比啊，跟在整个世界经济论坛评比起来是，财政赤字是世界排名91名，政府债务排名是第69名，都是很糟糕的。而且是拖累我国的整体竞争力的。那主计处没有预估到这种情形，那跟财政部能够做适度的这个，还是只能眼看着它继续恶化下去？不，因为前几年受到金融海啸冲击哦，所以金融海啸冲击是全球性，又不是针对台湾。对，所以那个时候受到金融海啸冲击，我们他们都没有那么惨。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是蛮严重的。那当那个时候我们为了提振景气，事实上编了一些特别预算，所以像那个税出差短，那个时候是曾经到4000多亿。那这四年来，当也逐步的缩小到102年度的1800多亿。那103年度的总预算案当我们现在所编的也是希望尽量能够掌控。那你给我前四年的这个税出最后决算数的差短好不好？等一下给我数字好不好？是，没有问题。好，那但是我只是告诉你说这个部分啊，是政府的菜。我刚刚讲的是我们整体的竞争力，国家整体的竞争力是人民优于政府。政府的部分啊又是被所谓我们的这个财政的这个政府的负债，以及这个政府的税出的差短，财务的恶化所拖累。要不然政府的这个评比应该会更好一点点，也不一定。我想大家会共同努力啦，那会掌控这个税入税出的差别。怎么样能够掌控，不要让政府的税入税出再继续恶化下去。对，所以未来开源节流当时是重要，要再继续检讨。你们缩减支出来试图调整这个税入税出的减少，可是又因为缩减支出又没有办法产生经济的动能。我们是一环一环相扣的吗？对，委员讲的是，所以我们103年度总预算筹编是经常支出部分要做增减，但是像公共建设是我们大幅成长10%，跟委员的看法是一样的。我们希望这部分能够，当然现在是马总统执政嘛，所以说这个部分执政，你们就要负起这个责任，要把这个问题做好，好不好？对，好，谢谢。